黄珊珊昨天有说到那个防疫竞选胜的事情，那跟中央有点杠上，你觉得谁说的是对的？我在议会的看法，我当然是觉得说我们台北市在这个部分是做得很优先的、啊，这一点是事实哦。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车来数的部分，哦，这个当时我也公开在议会有讲过，那柯市府有三件防疫的事情是做对的，我当时就有公开这么说。那我觉得这也不必要争谁是优先，谁知道的嘛？哦，因为包括中央，包括我们台北市府，在防疫的过程中，大家都很努力。我相信在那样的过程中，每个人都竭尽心力哦，没有人是刻意说啊要把哪一件事情归为自己的功劳，没有这样的，大家不必互抢功劳吼，不必争功诿过。那因为我从台北市议会来盯我们市府的各种状况来讲，我当时看到的确实，我们台北市在这一部分的应变是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快。